万万没想到，指望一波胜会负。香菜配酸奶。想推荐给身边的谁？推荐给身边不爱吃香菜、不爱吃香菜的人，咱们尝一下。想象一下自己像一只小猫一样，像一只小猫一样喵一个。我是豹子，我不是猫。我是豹子，我不是猫。记不记得之前说过自己不会来参加这一场街舞？如果回到那个时候，想跟那时的自己说几句话。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一般多久会更新一次？看心情吧。能够做营业的开场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王一博的电台，然后爱听就听，不想听就换台。爱听就听，不想听就换台。啊？有试过吗？我没回答就代表我不想回答。不想回答。下一个高富帅粉丝。OK 吧。我的东西。万万没想到，指望一波胜会负二。你那方面怎么样？哪方面？哪方面？我昨天自己在舞会穿衣服方面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性。我没有，我比较粗糙。你觉得年轻这个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好，好。2019年王一博只有一个话题被网友记住，你希望是哪个？随便你买几个节目。我敢啊！你们要接受一般丑还是非常丑？都行，看你们，就是看你们就是怎么做人了。都行，看你们怎么做人了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在做什么？工作赚钱。工作的什么资源？卸妆脱衣服走人。你希望未来尝试什么样的角色？更多的角色。最想看到的小毛病是什么？没有。可能会拖到我老吧，拖到我老吧。有什么话想对粉丝说？没有。